因为 I say culture, you say change the culture. 我们如果跟国外比比的话，跟国外比的话，他国外他那种自己的那种，那么穷啊，穷不来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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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们能赢敌对方的有什么地方？就只有我们传统文化，因为这东西黑人学不来啊。你能想象黑人唱国语吗？对不对？他们学不来啊。那这是我们先天的优势，那我们就要好好把握住。这首歌是我们的 DJ Jimmy Little。其实我们很简单的，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做这样的音乐？简单的讲一句话，那就是没有人做啊。味噌拉面，味噌拉面，味噌水煮拉面，味噌拉面的。就是这样，我们现在是三个人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因为这个活动，让50个人知道，那这50个人就会让更多人知道，这样就慢慢扩散出去，就成功了。小弟 ，Yeah，Yeah，Lunge，Yeah，Cheer，Come on，Come on，Come on。追求一种精神，比如说像你们追求要推广一个母语的精神，那也可以说是一种台客的精神。